什么想法的啊？对对对，要保持安全距离，不然人跟人又拢要无，拢要无感情，真的，他们喜欢行去。还好现在有点回温，现在回温了，慢慢回温了哈，政府也流量开放啊，让我们自由，自由新政，各县各县市政府，对啊，主政单位各自负责啊，各自负责。有时候你看目前环境开放了都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所以要不要先回避两个途径？再回避两个出来，我们就是来转。因为这海港风这块这大，有空气之后，啊，所以大家拢趁钱趁到空空空，心情拢充沛欢乐，又会想到大家听到的活动，你唱的音乐大家听听拢感觉活动，祝福大家每天健康又快乐。我们带来第二首歌曲，来，我们不一样。老师，你一定要帮我唱歌。在这里等你。
我还不明白。